大家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是手准证。不是那个鸡疙瘩呢？嗯，可好吃了，太好笑。你过来看金银，你看金银子，你看一下里面像不像那蚜虫、蚯蚓？不好吃，你骂我，真的。来，我用我眼睛。你吃芥末吗？不，不吃，我坚决不吃。真的很好吃。我弟直接吓到了。里面像虫子。嗯。炒饭你吃一个。炒饭肯定吃。我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已经吃了，你先吃。来，我喂你来，来，是不是很好吃？Q Q 的，看看。不是，你看他吃完之后就这样。你闹，真的很好吃的。不是，你让他说话，这个真的是爽啊！不是吃那个。谢你干嘛？那个吃那个鲱鱼罐头这样子。没有，你试一个看一下，真的脆脆的。我知道来了之后，我不吃，我就不管，我吃，我坚决不吃。不好吃那个呢？好吃，那个吃，真的好吃。里面是笋。嗯。脆脆的就不可以吃。怎么不可以吃？直接可以吃的呀！就是熟的，直接可以吃的。冷的没有芥末。冷的，冰的。这个本来煮完就要过冰的，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出息了。不是，我想让你先吃，然后我再吃的，然后你不吃。真的好吃，你不吃你骂我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说这个。我告诉你啊。这个真的。他怎么样他都不吃的，我跟你说。这是什么？真的很好吃，说真的。要么去潮汕他们弄那个皮皮虾，也是这不是那个蚂蟥生的皮皮虾。什么蚂蟥啊？你说啥了？蚂蟥，你比我做哪一口？哈哈哈哈哈！没人要给你吃。生气，嗯，那么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没熟啊，熟啊，啊，熟，真熟了。你是不是怕我毒你啊？我先吃一个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哪个筷子是我的？我又忘了。蘸一下，蘸一下，蘸一下。啊、嗯，这个是没有芥末的，这个得蘸着吃。那个有芥末，这个没有芥末。对，那个要蘸着吃。对，我们就现在就蘸着吃。来，先生有事吗？蘸着吃。现在蘸着没坐下吃，不吃。坐下吃。这个可以吃啊。调个最小的，给我来个最细的。你那个都大了。你要吃一个跟你体型符合的。没有芥末了。这个小，它本来就有一丢丢。你手不要抖啊，诸位。别动！哪个有芥末？这个有芥末，这个没有。这个会被卡喉咙里，这么你就这样子吃啊？哎，你吃啥？这个更严重。不是，我应该这样，我应该这样，不能这样。这一个个细菌上身啊，你们。然后不是我掐你的，你掐我的，咱俩就这样这混走去一样。不是，我强烈要求你们要吃这个。好吃的，真的是喝红茶，走，喝红茶，好吃啊！我的天哪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们有人要看吗？不要，你不看，我就看这，你看这个，已经是笋。他刚才说像蚂蟥，我说像蚯蚓。但是你看起来真的像虫子，你吃了是吧？我没吃啊，我没敢吃。你咋不吃？你来，真的好吃。长得胖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吃真的，吃快点，不是，你不别，你小鼻孔，别动，你别在那配音，你，早饭准备给他掐人中，来，嗯，要不要帮忙？要不要帮忙？没那么严重。好吃。你看他，你传他，你跟他讲一下那个感受吧。口感吗？他一下我去，快把他抓住。来，你搞一个真好吃。我进去不？真的好吃。不好，不吃，我不吃。真的好吃啊！不吃。他不会吃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不会吃的。嗯，他们也是潮汕的，也是说那吃那个皮皮虾，那个生的皮皮虾拿来酱一下，然后再冰一下。皮皮虾我也吃了，都说很好吃，我吃下去。这是植物，嗯，这是植物。知道，它拌酱油之类的，拌蚂蟥，腌的。蚂蟥，但是吃起来味道真的还可以。是啊，他不吃，我不吃。这个真的还可以，这个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高，特别是冰的，我更加不敢吃。我现在冰冷的都不敢吃。
那你刚才还喝冰红茶来着？那热，那上火，上火。那个有劲吗？我再来一个，看一下炒饭，再来一个。哎，你看你吓的，人家都来几个了都。哎，我炒饭你那表太刺眼了，香不香？嗯嗯 ，Ooh nice， 脆脆的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但是我不应该去装那个芥末。芥末，你怕芥末？那你这个是有芥末的放这边，你们要。芥末又不呛那个芥末。那，不怎么呛，那个芥末我加的也不多。那，我。蚂蟥吃蚂蟥的来了。这个胶原蛋白非常高的。咱们是明明那一盘就是那个什么笋，然后是 这到底是他吃蚂蟥，吃了就知道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我看着就像那个蚂蟥，然后我准备好了。不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有芥末，那个没芥末。你不是困吗？凉不凉？搞个芥末。这个芥末不冲。不冲，再加那么一点点，大老爷们捞它。你再摇就散掉了好吗？快快快，来，我给你多着点。我给你多着点，好。哟，比我少了。他想揍你。啥味？你这明明好吃，你不要给人家加人中。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真的不错吧，这蚂蟥不错，这蚂蟥不错，这蚂蟥我看着真的像，凡是这到底是凡是冷食一类的我都没有兴趣，这到底是什么，包括这个是海虫，那你吃了吗？我没吃，不咋不吃啊，你不是说是笋吗？怎么变海虫呢？就是海虫。这个可以吃了吗？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冷的，这个热的了，热的肯定没问题。牙签，嗯，这里面没有牙签，没有。好，那个这两个，我不敢吃，也不知道是啥。第一次到福建来，看到这个，看了，我这等一下吃别的吧。这个，这我头一回发现这个是冷的，但这个也是冷的啊。也大家有吃过这个，介绍一下口感，你们介绍一下口感，让鼓励一下我下次来的时候。就是果冻啊。不是。就是活动、啊、反正打死都不吃，我说我不识货也好，谢谢啊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，拜拜拜拜、拜拜，再见，还有啥呀？